好，8:45，我们最新的连线了，这是韩国的偶像团体 Super Junior 呢，就周末在台登场啊。这个演唱会啊，一早呢搭机已经抵达了高雄小港机场，马上连线记者黄佩如。是主播，南韩偶像团体呢 Super Junior 为了参加周末在高雄举行的2011年大韩流演唱会哦，一早呢是和师妹一同包机直达了高雄小港机场。而 Super Junior 一团九个人呢，看起来精神奕奕，虽然搭了一早班机，他们一下飞机呢还是热情的和歌迷挥手打招呼哦。而四个南韩团体呢首度南下演出，人气可以说是红不让。主办单位也透露，演唱会大概12000多张门票已经卖到所剩无几了。而 Super Junior 一团九个人呢来台开唱，可以说是行程满满哦。一团九个人呢是抵达机场后呢，将会直奔饭店呢用餐，并且稍作休息，直到下午3点呢还会在饭店呢和200名的粉丝来相见欢哦。而来台多次的 Super Junior 也将在高雄的这个大韩流演唱会呢和师妹们呢齐聚一堂，共同的演唱精彩的演唱会，可以说是精彩可期。以上来自现场的画面，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哦，粉丝非常。